我是赵俊啊，我是福建人，拢伫爱南人，爱客家人，我是广府人。我是广东人，我是广府人，我是广府人，广府人。我哋最中意只系紫姜炆鸡。姜蚝油我哋蒸嘅，差唔多四个字啊。啊，猪脚，放啲蒜头埋落去啊，跟住啊，嗰啲猪脚啊，撒一撒佢啦，系咪？然后咧，冬菇炒下佢咯，炒下佢，然后咧就挤嗰啲猪手啊，挤啲发菜落去啦，炆啦，咁。花菜啊，红丝呢啲一定有的咯。呢个花菜就是掺在那个斋菜里面。年初一要吃雄鸡盖公。年初二就吃母鸡，不清楚，老妈子这样吃就吃了。有斋啊，斋就好似讲啊发菜啊、蚝豉啊，有虾鱼有鱼啦。广府人呢啲系最重要的咯。我哋要食有虾咯，笑虾虾啦，鱼一定要咯，因为年年都有鱼头咯。蚝豉系好事咯，发菜系大家发咯，咁样咯。广东人咧就喺经商为主啦，佢哋食得讲究啦，亦都食得精致嘅。曾经喺香港亦都听过呢一句说话，叫做民以食为天。嗱，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多噶啦。听咗广东朋友分享佢哋喺过年嘅时候食得一啲点样嘅菜肴之后咧，今日喺呢度咧，我就要同你一齐嚟分享其中一道咧，广东人非常之喜欢，兼且咧好有意头嘅餸啦。咁而呢道餸咧就系发财蚝豉炆猪手。發財就手啦！一直以嚟大家都覺得煮豬手啊係一件非常之麻煩嘅事，工序咧又非常之繁複。今日我就要用多功能飯煲一煲到底，為大家呈現呢一道新年菜。就是我今天要和你一起分享的广东菜发财就手。